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微笑，微笑，微笑，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生活多美好。烦恼和愁有何用？让我们尽情欢笑。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微笑，微笑，微笑。欢迎大家。最近有一种观光叫孝道观光是吧？那些子女们为上了年纪的父母呢让他们去观光，还有个观光什么呢？是说父母让你们去，然后你们顺从父母来参加这里的讲课，那么。你们也是在孝敬父母是吧？因为你们的父母觉得新起点生命运动的这个讲座啊，实在是太好了，真是希望把这个最好的东西、最美好的东西与你们分享，所以让你们苦口婆心地劝你们来到五台山。那么你们领受了父母的这份爱，这也是对你们父母的一份孝心，是吧？真正相爱的人呢，是无私的愿意奉献给对方的，是吧？那么领受这份情这也是一大孝顺不但是我们和不但我们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爱的关系，超过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这种爱的关系的更大的爱的关系，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说不但我们要孝敬父母，那么对父母对我们的爱呢，我们也要领受。那么在这个领受的过程当中呢，让父母们开心心里喜悦，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孝敬。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一种本能是吧？人的本能呢有很多种，很多种本能，有生殖的本能，还有消化的本能。比如说食色性都是什么？我的本能。你们今天晚上吃的饭，都是本能的在消化，是吧？你们并没有去刻意的去消化东西。那么，当食物进入你们的肠胃的时候，你们身体里头就有一种本能的机制在消化食物。如果身体有这种癌细胞还有甲肝乙肝还是各种病毒呢，这种病毒侵入你们身体里面呢，你们本人却一点都不知觉，但是本能的呢，这个身体里头呢就有一种识别它们并且消灭它们的防御体系，所以呢，我们称这些，我们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行使的这一切呢，我们称之为神了，是吧？那当你们看到美丽的景色呢，你们本能的会感到一种幸福，有一种幸福感，是吧？不是刻意的去维持和追求的那种幸福。当我第一眼看到我的太太的时候，本能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幸福的不得了。那么最近呢，看到呢，有一种不由衷的一种不性感是吧？所以这个最本能的部分呢，科学家们对这个本能进行了研究以后呢，是用我们的意识呢是无法调控的。那么这个我们意识所不能调控的领域大概有多少呢？你们猜一猜，错了也没关系，猜个大约某。超过95%。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维持，那么95%呢，是和我们的意识无关的那种潜意识、本能在支配着，是吧？举个例子来讲，当你们食物进入你们的身体以后呢，那么当你们在
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血液还是循环的，是吧？所有的一切，为了我维持我生命的最根本的生命现象呢，还是本能的在运作着，是吧？就是在全身麻醉，就甚至剖腹手术的时候，我的生命的机体的现象呢，仍在运作着。所以，我们的人生啊，通过我们的意志，通过我们的心思，能够调整的部分呢，调节的部分呢，也不超过5%，是吧？5%，你们的心理也是，你们的健康也是，你们的生活也是。所以，剩下的95%呢，你们对它无所了解，你们要对此有所了解，这是更重要的世界。这次这个讲座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次讲座呢，学习这些重要的东西。你们的父母来到这里呢，大部分都是由于身体的健康的原因，但是你们来呢，你们来呢，我要把这个讲座调配成符合你们的口味的讲座，是吧？那么人的本能当中啊，有一种生殖本能。为大家简单，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画，你看，那么我，哦，我，那么当水果放在外面放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一种蝇，叫果蝇。当这个果蝇在求偶的时候啊，交配的时候啊，它们也是有规矩的。不是乱来的，是吧？谁也没有教过他们，没有人给他做过性教育，是吧？但是他们呢，却本能的，循规蹈矩的进行，这种生命繁殖的活动，这是公的，这是母的。这个雄性果蝇呢，这个雄性果蝇在接近这个雌性果蝇的时候呢，它本能的，接近这个雄性在接近雌性的时候呢，不是随便接近的，而是本能的，按照一种规矩来接近。如果你们看到一个相心满意有自己满意的女孩子的话，看中的女孩子的你们会跟在后边是吧？那么果蝇跟在后边是不会奏效的，要堂堂正正的从正面攻击。正面接近，从后边来呢不行，必须得从正面来。但是从正面来呢，也要从雌性的前方的右侧，大概45度角度，前方45度角度右侧接近雌性的时候，我想。对人呢也会起作用的，你们年轻人将来要处朋友的是吧？要求偶的，那么你们从这里悟一些东西，然后在追求异性的时候，特别是男孩子，希望你们跟这个果蝇学。我想这个对人应该是奏效的。这个45度角度接近。如果正面去的话，会给对方一种，对方一种压力是吧？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吧。那么女方就会被吓跑的是吧？所以呢，大家要婉转的接近是吧？右侧45度行了吧？心已经跳了是吧？哈哈哈。这个雌性果蝇就是这样。当雄性果蝇从右侧45度前方来的时候，这个雌性果蝇就来电了，触电了，本能的触电了，是吧？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吧？终于我的白马王子出现了。他们没有学过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本能的知道，为什么知道呢？怎么能够知道呢？如果真的雄性的想交配的话，那么雄性的本能的就找好这个角度，前方右侧45度，然后接近，这已经是注入好了的
生命程序，预先编好的程序。所有的生命里边呢，都已经注入了预先编好了的这个运作程序，就像 Windows 程序一样，电脑里的 Windows 程序一样。所以这个程序呢是十分精确的，是非常高智能的，已经预见到了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形，然后针对这些情形的发生啊，编好了所有的程序。那么人体内的这些生命程序呢，人类的科技再发达，人还是无法编写的。电脑的程序是人编写的是吧，但是人体内的这个生命程序啊，要比电脑的程序要高级的多，复杂的多。人的智能，人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够编写自己的生命程序的程度，将来也不会的啊，因为电脑程序里面没有本能的东西是吧，啊，如果没有人离开了这个本能的东西，可能生命就不会生生不息的，不会繁衍的。老鼠没有生崽的这种繁殖的本能的话是吧，如果小老鼠它刚生下来就知道去含母亲的这个母鼠的乳头，没有这种本能的话，那么生命是不会繁殖的是吧，繁衍的是吧，谁也没有教过他你需要母乳，但是这种本能的需要呢，已经预先编好的程序，按照这个程序运作的结果。所以人类无不能编写的程序呢，却已经注入在我们身体里边。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有超越人类的一个存在，已经为人类预先编好了这个程序。只有这一个答案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对信仰呢，信仰生活呢非常笃诚。那么信仰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最高的科学啊，信仰和科学，宗教和科学不是相悖的。我拥有的是科学的信仰，不是那种迷信盲从，所以我的信仰呢是不会有动摇，是不惑的啊。你们不用远看，你们看近看自己，远看诸物是吧，这里面已经镌刻了宇宙的信息，宇宙的大能是吧，啊，不要嫉妒啊，好像你嫉妒了。45度角度，这个雄性，接近的时候，那么右侧为什么不是左侧，是右侧呢？左右怎么分？你们在学校已经学过了是吧？我们人脑的左脑、右脑啊，功能是不一样的，是吧？啊，左脑、右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左脑做的事情都是什么？逻辑演算啊，推理分析。啊，这样的东西是吧，数学的物理的这样的计算。右脑是什么呢？也是语言的、感觉的艺术的喜怒哀乐，这种感受是靠右脑支配的。所以左侧接近是不行的是什么接近？是理性的接近是吧，你的腰围多少，个子多高，体重多少，家里有没有钱你家的门第怎么样，这就是左侧接触。我们韩国很多婚姻呢都是从这种左侧接触接近条件的联姻是吧，条件好不好。那么爱情是这种有条件的，这是人类悲剧的一个起点是吧。所以男女相爱要应该超越这种条件的计算是吧，要从右侧接近。右侧接近什么呢？就是完全被对方的美所吸引是吧，是右侧接近，这样事儿才能成就是吧。那么右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5度角度意味着什么？那么垂直直的东西是像军队一样是吧？45度角度什么呢？是曲线的是吧？帽子也稍稍带偏一点啊。是有点性感是吧？你看这个姿势就不够性感了是吧？所以呢，也不知是谁编的这个程序是吧？真是神了。这是雄性果蝇的行为模式。那么雌性对这个雄性的接近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雌性呢，本能的感受到这个信息，雄性接近他这个信息，终于这个白马王子来了。那么，当他领受了这个雄性信息带给他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作何反应呢？你们好像做过反应是吧？怎么做反应？你们男孩子没有接近过你们吗？还没有接近过。也不知是真假是吧？怎么处理这个情形？这边有个选手是不是很多男人接近过你？你们没有经验过，也听说过是吧？将来你们也会都这样的，怎么的？就说来，不会这样的，会拿一把是吧？装腔作势，装作若无其事，然后这个果蝇就不屑一顾的往前走，好像心不在焉，但其实心里很在意是吧？然后这个雄性呢就不会就此罢休，然后他就会怎么样？就后面继续接近他，然后这个雌性的果蝇呢会停止，然后这个雄性的果蝇呢赶紧挪动步伐，对这个雌性的这个胸部进行垂直的接近，然后呢震动他的一双翅膀，然后。他们没有嗓音呢，所以他们就用翅膀的震动来向对方传达爱的信息，是吧？你用左边的翅膀不行，必须得用什么右边的翅膀，扇动右边的翅膀，然后一秒钟震动多少回，震动的频率已经都决定好了，是吧？然后开始唱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没有更多的。你是我的挚爱啊，这样唱爱的歌曲。这个时候雌性的这个果蝇啊就然后这样然后就终于通过这个六个阶段成功的进行交配，然后繁殖生命。你们说这程序神了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这个小小的果蝇的行为模式也是不是乱来的是吧？都是有规矩的。这个论文呢，这个题目你们看，这个一篇论文的题目 understand 理解，就是人就说行为的遗传结构对行为的遗传结构的理解遗传结构的理解，对行为模式的遗传结构的理解所以说这种果蝇的这种他们这种行为模式就是求爱的行为模式本身已经在遗传基因里注入了这道程序，所以我们称之为是本能的行为。那么我们所说的本能的行为呢，其实里边都是由遗传基因这道基因的命令程序已经编写好了的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为了生生不息的繁殖生命的程序是吧？这种程序已经是注定好的是不是很有趣神了是吧？
最近大家很难在城市里看到粪营，是吧？那么我们过去啊，这个六七十年代呀，穷得厉害，穷得很。啊，非常穷，所以周围的卫生状态不太好，所以路上啊，什么人粪呐，这个畜生的粪便呐，到处都有，所以像蟑螂一样大的这个，长得很难看的这个粪蝇啊，到处都是。这个粪蝇怎么交配呢？啊，最近可能很难见到，我们过去呢经常看的。这些果蝇啊，没有，他们没有这种那些程序，他没有这种浪漫的程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跟粪蝇很相配，啊，那么这个雄性的粪蝇正在吃粪的时候，雄性的粪蝇就突然就扑上来，然后几秒钟内了事，然后就跑掉了。你笑什么？所以呢，大家看啊，这些可爱的粪蝇呢，它们行为模式也是这样可爱，所以程序呢也是这样的浪漫，而且粪蝇呢，跟粪蝇的名字很相配，它们的行为呢，也是很粗糙的。这叫什么？这也是一个设计，是吧？这是个设计，编程是一个计划，所以大家通过这些观察这些细微的物质啊，我们就可以发现，所有的生命存在里边都有一个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呢，我们称之为基因里注定了程序的行为模式。我们身体里边呢。比如说，我们身体里如果很不幸的长出了这种癌细胞，那么我们血液里的这些白细胞呢，卫士白细胞呢，这个最重要的白细胞，这 T 淋巴呢，里边就有一种杀死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程序，遗传程序是吧？基因程序，这个。程序呢？遗传基因呢大概长得像这样是吧？螺旋形的，当它被激活，这种状态是没有激活的状态是吧？那么，遗传基因在没有激活的状态下，然后被激活，我们称之为激活是吧？你们对这个。激活，expression，英文叫 expression，基因 expression 就被激活了，遗传基因被激活以后，开始释放它的能量和信息了。当它被激活以后呢，当遇到这个癌细胞以后呢，这道 T 淋巴的这个防御系统就被激活。遗传基因命令呢就被激活了，然后那么这个基因呢就下一道命令，就让 T 淋巴呢生产出可以杀死癌细胞的物质。你们看啊，这个 T 淋巴或我们是 T 细胞呢，T cell 英语叫 T cell，T 淋巴呢，他们就围绕这个。癌细胞，然后包围它，围攻它。它们被激活以后，它们生产出很多这个可以杀死癌细胞的物质，也就是说，T 淋巴里边的生产这种是可以杀死癌细胞的物质的基因程序呢被激活，所以呢。就会生产出这种杀死癌细胞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在癌细胞的表面呢，就形成很多的这个小孔，
然后癌细胞就像被弄泄气了，是吧？所以你们还在你们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们的癌细胞在随时随地产生，而也同时被这些生命里的防御体系的运作下呢，不知不觉的被灭掉，所以我们对此毫无知觉，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我们称之为神了，是吧？那么是你不知道，但是却有一个能够知道你身体里有这种癌细胞产生的这么一个知觉，是吧？那么这个知觉是什么呢？这个知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身体里连我都不知道的这个知觉不存在的话，我们可能无法生存，是吧？无法生存。我非常喜欢这个知觉这个词，韩文的知觉叫 arm。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吧？你懂得越多，格物致知。我们古人也讲格物致知，是吧？你知道的越多，那么一天每天讲2堂课，是吧？通过这个讲课呢，你们通过这个讲课，如果我在你们这个年龄阶段，跟你们相比，我是很不幸的。因为我曾经度过过非常不幸的青年时代，曾经想自杀过。这个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可能也有这种感受。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呢？学校也读的是一流的大学，那该满足了是吧？那么延世大学、医科大学当时也是一个名门大学是吧？也可以上那儿可撑撑门面，但是我却感不到幸福，反而觉得不幸。当时我就不懂得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何在，是吧？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何在。我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理由，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是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要活？是吧？活着意味着什么？你们知天了命了吗？因为你们不知命，不知天，那么成天反反复复的过一种庸庸碌碌的吃喝拉撒睡的生活，是吧？很平庸。那么成天这反反复复的这种平庸的生活当中，你们的意志就被消磨了，是吧？残喘苟延，毫无意义。所以当时我因为没有生命的目标，所以我就过得很抑郁。所以你们这个年龄啊，是一个烦恼的年龄阶段，是吧？已经22了。是这个是为烦恼最多的年龄阶段，是吧？所以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聚一块儿就谈论什么？真想就是说忘舍了幸福一把是吧？所以呢，追求刺激的东西是吧？一醉方休总想幸福一把。当时我呢，所以说真想幸福一把，过一把幸福的瘾。但是当时能够让我真正过一把幸福的瘾呢，只有酒啊，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毒品麻醉自己，当时我们毒品都弄不到，所以呢，因为我没有
没有对生活的了解啊，对人生呢没有了解，啊，对生活呢没有了解。那么这次讲座的主题呢，你们要寻找一个答案，就是你们人生的目的何在。那么当你们真正找到了你们人生的目的何在，你们存在的价值何在，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有意义。那么我刚才讲了果阳的一生是吧，他的一生呢已经有一个编好了的生命程序。那么这个果阳呢，在他来说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只是按照这个本能的程序来行为生活是吧。说不定说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选择反而幸福是吧，单纯的幸福。你们看这张火图这幅画呢是救活了一个晚期癌症的一个人。这幅画的画家呢是汉城美大的出身，那么他当时患了晚期癌症，那么看了这幅画以后呢，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我们看一眼好吧，你看这些小海龟刚刚孵出壳比刚才我们看到的果蝇大一点，可能智商也更高一点。50天前呢，他们的母亲呢从日本的冲绳岛呢来到关岛，然后在关岛的一个海滩上这个相距2000公里，游了2000公里来到这个关岛，在这个渺无人迹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坑，下了一窝蛋。他没有学过什么技术本能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行为模式呢已经在基因里已经撰写好的你们也已经是育龄年阶段了是吧，你们学过怎么妊娠吗没有学过，但是为而无不为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生命宇宙的95%甚至超过这个比例的所有的一些模式行为模式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是吧超越我们理念的世界。所以这个海龟妈妈呢从冲绳岛来到关岛生了这窝蛋以后回到了冲绳。那么这么多的地方为什么偏偏选择关岛呢？因为32年前这个母海龟也是出生在这个地儿是吧，这是他的出生地儿，然后这么回去的，这么下海的。所以30年以后呢，这个小海龟成了母海龟，然后在他出生的地方同样的下了一窝的小海龟是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说这种现象神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在上演的这种神奇的一幕，生命的一幕是吧那么你们今天晚上吃了饭，你们坐在这里，你们不知不觉当中食物正在进行消化，这也是神了是吧那么你们看这些小海龟50天以后孵出来，然后这小海龟呢开始就，当我看了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当时受了很大的震惊。他们一辈刚生下来眼睛还没睁开，他们就知道他们应该走向哪儿您不觉得奇怪吗？你们不加思索的看这幅画的话，那小海龟去海边了这只是看到事实的一面，就像啃西瓜一样只啃了皮儿是吧。他们为什么会
会有这种行为模式呢？会朝向大海呢？也不是妈妈在前面领着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要游向大海呢？所以我们称之为这种现象是神了。没有一个海龟跑向山上，朝山上跑，是吧？他们连海都没见过，是吧？他们就知道往海里爬。所以这种本能的力量驱使着他们。所以这种本能是不是很神了，是吧？我们身体里有很多本能的东西，你们不要藐视这个本能的东西。你们身体里出现癌细胞，那么就有一种本能的去消灭这些癌细胞的程序已经在你们身体里边已经安排好了。所以那些癌症患者啊，那些医院都束手无策的那些癌症患者呢，那么在你的身体里边啊，有一道程序啊，就是可以杀死身体内所有癌细胞的程序，而这个程序呢却没有被激活啊，没有被激活。45岁之前还运作良好的这道程序呢，45岁以后就不活动了，是吧？不能被激活了。所以癌症患者要了解到什么？为什么过去运作好好的这道程序现在却突然停止工作了呢？你们就要了解这里的原因，要知其所以然，然后要知道怎样才能重新激活这道程序啊。那么你们懂了这个道理的话，你们就会找到活路了，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让患者们了解你们身体里边就有这道生命的程序，然后如何激活这道生命的程序，给你指明这条道路。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激活这道本能的程序的讲座。所以当激活这道生命程序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所以说你们呢，谁也不敢保证你们这一辈子健康，谁也不敢保证你们的你们里边已经被注入的这道生命程序呢说不定哪一天会停止的，是吧？所以说某个人身上患有癌症的，这意味着那么整个癌症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韩国人呢再过不久呢，韩国那么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得癌症的概率，是吧？这个概率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三个人当中是谁呢？多么让人这个伤心，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这里边说不定哪个人哪一天我们的是T 淋巴里边这种杀死癌细胞的这种生命程序呢，这个基因命令呢哪一天突然停止运作了，那么身体里边癌细胞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开始生长了，那么就成为癌症患者了，是吧？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顺应本能的生活，是吧？为什么会有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得癌症死去呢？这不是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惊的消息吗？所以你们再年轻，你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懂这个道理啊，懂得这个道理，懂了这个道理，懂了生命的意义，那么你们的生命呢才会更加踏实，是吧？那么当你被诊断有肝癌或者肺癌或者什么胰腺癌，那么这个癌症呢已经从你被诊断的那一天15年之前开始发病的，是吧？这病一点一点来，所以说病来如山倒，那么推倒一个山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要这个日积月累，是吧？要有一颗锲而不舍的这种恒劲才能得病，是吧？你们不要以为得病那么容易，是吧？所以说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已经开始酿成一种疾病了，是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
病来如山倒，山倒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程序啊，并不是和你们无关的，是吧？和你们息息，和所有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好了，所以呢，这小海龟呢，就本能的向海水爬。啊，现在怎么爬？这样步履蹒跚的，这样一步一步爬。海水这样海浪拍打过来了以后，那么海水里头走不走了？开始游了，是吧？立刻他们就会游。他们学过游泳吗？就一种本能的力量驱使他们。那么游在最前面的这样游，后边呢却怎么样？还在怎么样？就说当他们第一次踏入海水的时候，啊，那么他们这种游泳的这道本能的程序呢，就被水激活了。那么有一个力量在激活他们，随着他们的境况变化，那么他们应该走啊，步履蹒跚的走、爬行啊，还是应该游啊？这种本能的程序呢，具有一个超越这些生命的本更伟大的力量在遥控着他们。啊，我们当我们懂得了这种力量的存在，这种主宰的力量。啊，这些科学家们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宇宙智能，或者是宇宙良知，啊，宇宙意识。这是从科学的角度，从无形论的角度下的定义。我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所以呢，我把这种知觉呢，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上帝，啊，我们起一个名字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上帝，是吧？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吧？老子也讲过，是吧？恍兮惚兮，上帝之心啊，有一个存在在主宰着万物。所以啊，他们游啊游，海水里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他们不懂，想吃什么？吃什么？靠什么也生活？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已经预定好了，是吧？他们应该吃什么维持生命，他们已经本能的知道。就像果蝇，他们交配的行为模式并不是由他们自身来决定的那样，那么这些小海龟们，他们吃什么来维持生命啊？他们的这种生命程序呢，已经有一个超越他们的智能已经给他们注入了。其实我们靠我们人类的智能啊，无法编写这种生命的程序来控制这些小海龟。所以生命里面的这种维持生命的这个程序啊，真是神了，了不起的，是吧？是人类无法用人为的东西、有为的东西无法复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上帝的作为。所以说主宰着一切，上帝主宰着一切，所有的生命现象的背后都有这种上帝的主宰啊，是不是很神了？那么我看了这些，了解了这些以后呢，我觉得啊，真是不可思议，好美，是吧？这种本能的力量真是伟大，了不起。你们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吧？那么英语已经是必修的一门语言。那么我告诉你们如何能讲好英语。哦，我作为韩国人呢，我是生活在美国的韩国人是吧？那么，我还算讲的比较地道的那类。OK， 我的朋友们很多都是大夫，但是他们的英语呢，真的不敢恭维。他的差别在哪？不是在脑子，而是在哪儿？是思维模式。虽然我是65岁，我在前面，很自由是吧？啊，这种灵性的自由，啊，那么美国的精神本质就是什么？就是自由，自由的灵性，啊，当我们接受了这种自由的灵性的时候，那么语言才会怎么样？才会升华。
所以英语里边有一种自由的因素，而我们韩国的语言呢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大人有对大人的敬语，是吧？对朋友有朋友之间的这种语态，所以说韩国语言是很拘谨的。啊，那么靠韩国语言的这种思维模式来讲英语的话，那么就觉得什么很别扭，遇到长辈呢，遇到长辈像你这样称呼的话，就觉得很别扭，所以呢很难开口。所以说你们想讲好英语的话，你们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所以你们在这里听课，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觉得我很难接近啊。你们父母那个年龄阶段的很多患有癌症的患者来到我们这个讲堂呢，这个教室啊，要座无虚席的，而且掌声响起是吧？他们的灵性要不同，精神要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需要一种更强的精神作用，因为万病由心起，万病由精神作用所引起，是吧？为什么现在这个韩流啊，在这个东亚地区呢，这样流行呢？因为我们韩国人呢，因为我们韩国人呢，学效仿美国的这种自由的这种思想啊，学的最多，比台湾、比中国的人学的更自由，所以呢，就能领先这种自由的文化，所以既然你们来到这个新起点文化中生活中心呢，所以我讲一这个入你们心坎的话的话，你们有所感动的话，你们就鼓掌，因为你们没有动机啊，你们身上没有疾病啊，那些癌症晚期患者啊，如果他们的 T 淋巴里边的这个基因呢，无法被激活，是吧？让他们激活这个他们的这种遗传基因里的生命程序的因素什么呢？就是这种感动，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说，这个宇宙有一个宇宙智能，这个宇宙智能呢，在主宰着什么？主宰着所有的生命程序，是吧？就是宇宙的智能呢，控制着所有的生命程序、生命现象，这种生命现象呢，被生命的预先编写好的生命程序所支配着。所以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宇宙智能称之为上帝，上帝在主宰着你们的基因，你们只要回归上帝的道，返璞归真，那么你们的基因呢就会被激活。是吧？所以那些信上帝的人呢，就会这么的就会有一种盼望，是吧？当他们心里有这种盼望的时候，战胜了绝望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种内心当中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动，这种感激就会激活，成为激活他们基因生命程序的力量，是吧？因为我们的喜悦，比如说像内啡肽松果体素那些内啡肽呀，还有什么松果体素那么 "endo" 这个词呢，就是里面的内部的。内部的意思，office 吗啡的意思，就是吗啡。就我们身体里边呢，会自然的产生一种吗啡，是吧？不是那种注射起来的吗啡。比如说你受了创伤、枪伤啊、刀伤啊，疼得厉害。踢球的时候，哎呀，伤痛了，不疼，你们感觉不到疼痛，
为什么？因为你有 endorphin， 身体里边有 endorphin 产生，但这个 endorphin 这个不产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疼痛了。那么 endorphin 呢，不但抑制我们的疼痛感，还要让我们心里呢有一种喜悦感。所以呢，你们呢？啊，比如说啊，我美丽的妻子，啊，我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她，看到我的妻子，我的基因呢就会被激活，是吧？为什么会被激活呢？啊，因为有一种爱，有一种感动，是吧？感受，所以我们喜欢本能的追求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啊。因为真善美本身呢，就是宇宙生命的信息，啊，最根本的信息。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信息和宇宙的生命信息本来是一个，是吧？宇宙的信息是真善美的，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命信息呢，本能的也在回归宇宙的真善美的信息，宇宙信息的真善美上。所以，当我们感受到真善美，被真善美所感动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生命信息就会被激活。啊，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那些现代医学已经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呢，也不应该绝望，是吧？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绝望。我的细胞里面的这个基因程序呢，只要被重新激活，那么我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癌细胞呢，就会被消灭掉。啊，当你了解的、知道了这个、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希望，是吧？盼望。当你有盼望的时候，哇，真是了不起，神了！啊，这种盼望的时候，啊，还有被爱的时候，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的时候，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这种生命基因就会被激活的，这是信、爱、望。那么我的名声。名声在外，所以呢，如果我相中了一个女的，跟她约会的话，那么怕被别人看到，因为被别人看到呢，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风言风语，所以呢，要速战速决，所以呢，是不是没见几次啊？他的秉性如何？我不了解。啊，那我已经陷入情网。啊，我要永远等你。啊，那么我太太说是怎么讲？那不等也行。那么怎么样？啊，那么浑身的这个生命信息啊，都被激活了，是吧？都被激活。那么美国人按美国人的说法，就说爱的魔力，是吧？Magic of love，爱的魔力啊，让我感到浑身触电啊，能力充沛。所以希望呢，这种爱的魔力呢，能够支配我们一辈子，是吧？这种生命的力量能够贯穿我们的一辈子、一生，啊，这个谢了，就没了，那我们的人生就变得非常乏力了。啊，当你们有这种爱的魔力的时候，啊，你们觉得世界很美好，就是老公啊，感动，听了嗓音也会怎么样啊？也很美，这种美的美感，啊，真善美，就是性爱旺。盼望，还有什么？还有信赖，是吧？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课啊，你们就在那里想哈，哎呀，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讲也没有用啊。那么你们这种心态来听课、听取这个信息的话，啊，那么你们身体里不会发生什么生命现象、生命变化，是吧？就是，哎呀，今天妈妈爸爸逼我来，好不容易迫啊，
没招来的，但是哎呀，来对了啊！我来这里懂了很多的道理啊，这真是，真理。这个时候你们感受了，你们领受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种，生命的现象出现，是吧？内啡肽就会分泌出来。还有感谢的时候，啊，好感谢，啊，感谢父母。他让我来到这里，你们心存感激的时候，心存感怀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有善的。当你们感受到善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基因呢，什么时候会被激活呢？真善美，信爱望，是吧？因为真善美，信爱望是生宇宙信息的本质，是吧？宇宙信息本身是真善美、信爱望的。那么，我们的生命里边、身体里边也有这种宇宙的信息、生命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生命、身体里的生命信息和宇宙的生命信息是不断的交互的。当我们感受真善美的时候，也就感受到了宇宙的生命能量和生命信息。当宇宙的生命能量和信息成为我生命里的生命信息、生命能量的时候，我就会。被这种能量充满啊，是吧？那么你们看这个果蝇是吧？它的举手投足每一个行为呢，都是受一种基因的调节是吧？调控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基因被激活了。这震动右翅，然后唱爱的赞歌，唱情歌，这所有的程序都是，靠基因的程序已经注入好的，然后按时的启动。所以，我们生命，我们人类这个生命现象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神奇的存在，是吧？它是宇宙信息的一个浓缩体。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人讲说，人的生命是得天地之全气，是吧？而成，是了不起的。所以你们要明白你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你们身体里边所有的生命程序都正常启动，被正常，被激活正常启动的时候，你们就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幸福的生活是吧？当你们好，所有的基因程序被激活、被正常运作的时候，所有的基因被激活以后呢？被激活以后呢？健康、幸福就来了。是吧？是不是？这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是神的境界。那么，这些小海龟呢？讲完这个小海龟，我们就结束这第一堂课。那么这小海龟呢？那么游了半天以后呢？肚子就饿了，是吧？吃什么呢？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呢？第一次下海，海里头有什么他们都不懂，是吧？第一次下海，他们懂得什么？什么都没吃过呢。但是呢，游半天，肚子开始饿的时候，正在努力游的时候，眼前就有一些小东西在游来游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倒没觉得有什么胃口，但是前面。有一种这个圆圆的，像一个面包圈那么大的，游得很慢的东西。云母是吧？就是那种海蜇，海蜇在游动。这些海龟、小海龟们
看到海蜇的那一瞬间啊，开始流口水了，从来没有吃过是吧，从来没有吃过，没有尝过，头一次见过，但是流口水了，来胃口了啊。但是这看了第一眼啊，开始流口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程序被激活了是吧，去吃这个海蜇啊，所有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啊，被注入好程序啊。然后不光啊，还以为海小海龟以为自己只有自己想吃这个海蜇，所以就问旁边的海龟，哎啊，你也喜欢吃那个吗？想吃那个吗？那么他就说啊，我也想吃，我也有胃口啊，你也想吃吗？所有的海龟呢异口同声的都想吃什么？吃这个海蜇是吧，是吗？那么所有的海龟呢都想吃海蜇这个行为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是预先预定好的生命程序。然后在他们长大以后呢，在某一个阶段呢，又可以吃另外的食物，在长大以后呢，又吃另一样的食物，所有的程序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这种所有的这个海龟啊，这游啊游，是游向哪儿呢？游向哪儿？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就是冲绳岛，是吧？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哪儿是冲绳岛吗？他们有罗盘吗？他们有 GPS 吗？没有。但是有一个力量在导航，先为他们导航，是吧？啊，谁知道？创造他们的生命的主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啊，这个生命的智能，啊，海龟本身不知道，我们自身不知道，却知道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那个存在，它在主宰这一切，是吧？主宰这个小海龟游向2000公里以外的冲绳岛 ，OK， 为他们导航，啊，啊。所以这些小海龟只有在这种生命创造他们的生命力量的引导下，他们才会才可以游向冲绳岛，他母亲的所在的地方。所以你们眼中望到的所有的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呢，都是由这个创造这些生命现象的创造主的力量所支配着，是吧？引导着啊，你们人手一机是吧，都有手机是吧，你们看这个手机里面有没有程序？有程序是吧。那么有程序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有这个程序不是偶然来的是吧，就有一个什么，有个电波要来是吧，要激活这个程序是吧，这种波动信号信息啊，这种电波要来。所以你们看手机的话就知道，这个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的，但是确实存在的电波的存在是吧。你们知道这些小海龟，你们看这些果蝇，你们看我们人类，你们看我们的 T 淋巴啊，就知道这种生命信息、生命的波动、生命的能量的存在是吧，这是不可否认的，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信号呢，生命信息呢，啊，你们要感受它、接受它，对这个信息做反馈，啊，这个信息的存在呢，当你们了解到它、感受到它的时候，你们的生命才会有变化啊，有感触，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啊人生 ，OK。那么你们如果否认了这种生命宇宙生命信息和创造这个生命信息的创造主的话，你们只活眼前的事实是吧，被眼前的事实所迷惑，却迷失掉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只能看到事实的层面，却看不到真实的那一面。所以你们的基因呢，对真善美做反应，因为宇宙信息本身是真善美的啊，你们不要
啊，那种啊，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的那种肤浅的人生，啊，要有一双慧眼，认识你们人生的本质，啊，认识你们的人体，你们的身体就是个小宇宙，啊，你们知道你们身体里面95%以上的世界是这种无为无为的神境，是吧？啊，是小的时候，接受父母的爱，是吧？成天这样乐呵，等他们长大以后呢，啊，开始心里有恨了，是吧？开始有疑心了，开始一筹莫展了，这样你们对真善美呢，就慢慢的麻木了，是吧？开始远离生命的信息，你们的基因呢，就慢慢的这样沉睡下来，这样不能被激活。明白什么？我知道这回你们领悟了我要讲什么吗？当你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这种状态持续长了，就会导致疾病和死亡。所以你们的父母来到这里，那些患者们来到这里啊，就得到了生命的希望和盼望，是吧？有了盼望，所以要回归真善美，回归生命的信息，生命的大能。因为生命的大能就是它的本质，就是真善美。所以当他们领悟了这个真理以后，他们就变得有一种动力了，是吧？变得有热情了。所以他们的基因呢就会被激活，所以他们疾病呢就会被医治，会重新得到康复，并不是那些吃糙米啊，吃这个素食啊能让他们疾病。那么这些健康饮食呢以后我会再仔细的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在这期青年讲座当中呢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今天晚上的膳食怎么样？是不是很淡呢？所以你们要有一个觉悟，是吧？要通过这段时光呢，要感受你们人生当中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真理，是吧？所以要下一颗恒心，要立志，然后激活你们内心当中那些沉睡的本能的世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得到你们真正应该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生命的意义，你们存在的价值，让你们的这种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赋予你们的本能的这种生命力量重新被激活。感谢大家。State boseyo, nolaun ili sengimida. New state boseyo, malgun sigul boseyo.